人骨一收就派，回淘汰区。小心小心，这里很滑哦。你很低级耶。灰队淘汰。你挤掉了啦。没有啦。我hold住，你这杯子是破的。OK。太高了。君君，啊，君君，水还够不够？对啊，快没了，你都没找到。我找两个啊，我都弄同一个，比较黏，你先比较黏。希望赶快，希望梦泽赶快把另外一对干掉。 这边蛮轻易，我等一下就会发现的。哇，越来越难找了，越来越难找了。好动哦！徐小新，徐小新，动哎！还好吗？本队淘汰，本队淘汰。还有两滴。还有两滴。本队还有两滴没有淘汰。 哎，这个是算是我的问题吗？这洞那么深，这啊，没有没有。本队还有两滴没有淘汰，继续。哎，蓝队呢？青青，蓝队怎么不见了？我刚找到一个。还没啊，你呢？我还没淘汰。还没有。 这个是韩式瘦脸的那个，而且算是推拉箱这个吊脖子垫，好时尚哦！你这好多造型哦！哇，你看这个边际游泳，很漂亮，对，很舒服。那我们就在这边进行抢答喽。对，先讲一下哦。 握手抢到答了之后，5秒钟那样回答。5秒钟。然后脑筋急转弯的答案是以我们答案为主。如果我们答案为主，比你好笑呢，可以吗？不可能。所以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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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淘汰，就不用答题了。好，这个了解。拼到少女才可以出发、啊。什么意思？来上马。少女，评委来了，上马上马。拼 B 才可以出发。请问梦哲早上醒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？这只有你知道啊！哎，小哥，注意点重，淹没到其他排队哦。台下注意安全，台下注意安全啊！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，这个烂透了，这有什么标准答案啊？第二个，我第二个，我先我讲吗？来，你讲。睁开眼睛。恭喜答对。耶！哇，这样我们就猜出了什么东西。睁开眼睛啊！等一下，他该不会先睁开嘴巴？没有，就哪有什么好做的第一件事？不是以主谋者为主，没有没有，睁开眼睛啊，那不合理，有可能我眼睛还没张开，我就先找手机，要跟我老婆讲说，哎，我起床了，摸手机完才张眼睛啊。他可能睡的时候要醒来会抓啊。不要瞎掰好吗？这一队得一分，得十分，十分，我们都三十五了。来第二题，第二题。
请问先天指的是父母亲的遗传，那后天指的是什么呢？你完了、哦、后天是什么？哇 day after、明天的明天，恭喜答对！耶！哎，我的逻辑是对的，因为我刚脑袋也这样想哎。明天的明天啊！好，来哦，局队加油！好，等你了。第三题，请问天天跟老师说我能跳得比大树还高哦，老师为什么说他是个诚实的人呢？跳得比大叔还高，有点诚实，快耶！说他是诚实，对，还要有位了，我们抢到位置，摸了要有答案呐。老师说什么？哇，他可以跳得比大叔还高。一换队，答案是因为是。因为长得比树，因为他长得比树还要高，因为他比小树还要高。答错，排队排队排队，这个一定不会过。这个在第一次题目对不对？没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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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什么说他比树还诚实？为什么说他很诚实？因为他跳的是他自己画的树，纸上的。答错，试试看，试试看，我试试看。你摸我，因为他站在树上。答错不好笑。哎，答错就答错，干嘛这样？好难哦，这题是什么？好像在讲悄悄话。因为大树其实是他同学，所以他跳得比大树还要高，是事实。所以你很诚实。答错。啊，那这逻辑是对的吗？也不是。因为他只有答案，应该只有一句话。因为他有树，所以跟偶树成类的树是一定是有关联的。什么啦？偶树，所以答案树是三二偶树对的。答错。因为那个树是树苗。答错。因为他吃了诚实果实。大树是哪？大树是哪老师？答错。因为大树长得比君君矮。答错。因为君君是君子。答错。因为老叔在撒谎。答错，因为前一个人跳根本没有跳，所以他跳的比树比较高。答错，因为他是跳树的影子。答错，因为老师不想伤害君君。答错。为什么跳得很高，然后老师说他很诚实？因为老叔是老熟人。老叔是老熟人。他都很好笑了，但是老叔是老熟人。我想不到了，没有了。这题没有了，三轮都没有了。是什么？我能跳得比大树还高，因为树不会跳啊。老师说你很老实，对啊，因为树不会跳，大树还高，因为树不会跳。我会跳啊，因为我们的机器在这里，我就泼你。花花那个答案蛮好笑的哦，给五分好不好？耶！他那个蛮好笑的，他那个蛮好笑的，认真。继续哦，下一局。请问，把一只鸡跟一只鹅放在冰箱里面，结果鸡死掉了，鹅还活着，为什么呢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个我们赢定了。你这么强，我知道，我这第一次，我知道，我跟你讲，我这第一次赤兔马，赤兔马，排队排队，搞不好搞不好有打错，因为那只鹅是企鹅，恭喜答对。原来你的鹅是唐宁宁成的，还剩七题，下一题哦。请问你知道鞋子拉完便便后是用左手还是右手擦屁股呢？这个一定鞋子知道，一定要让他赢，一定要。最有标准答案，最有标准答案，最有标准答案，狗屁不通，这你们会知道，只有你知道，因为你擦的。什么鬼啊我？左手右手，我用卫生纸，我用卫生纸，卫生纸，卫生纸擦。恭喜答对！哎呀，我想，哎呀，最后一秒，恭喜！哎，
他搞不好用湿湿卫生纸，他没有上当，比我要要少。好，来下一题。第六题。请问花花开车常常迷路，请问花花在开车的时候哪一个轮胎不会动呢？小心！五、四、备胎。恭喜答对！备胎，哦，对。哎，你们这意外的强哎，你们。对啊。怎么会这样？没想到这么整的，根本没想到。没想到备胎啊！哎，你们要求换位置啊！花花本人都不知道备胎不会动。好，第七题。问大海上有一条船，上面写着现座60人，上去了59个阿兵哥后，船沉了，为什么呢？保留实力。你有答案吗？因为还有船长。还有水手，其他船，还有其他船员。恭喜答错。60公斤59。因为有两个阿兵哥怀孕了。答错。哇，你怀孕一下哦。因为有阿兵哥带宠物。答错。因为船破洞了。答错，阿兵哥嘛，因为他是潜水艇。恭喜答对。为什么？他是潜水艇，因为阿兵哥，因为是阿兵哥嘛，阿兵哥所以阿兵哥潜水艇。你找到你的专长了。好强哦！找到一个我可以容身之处了。哎，他前面都还在那边说这些声响，他后面就找到罗，他们是最强的，哎，他现在已经最高分了耶，哦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花花对没了，还有几题，还有几题，花花对没办法了，我没办法了，别干扰我，哦，那就游泳了，你不能抢答，但你在旁边游泳帮我们蹭流量，什么意思？去旁边蹭流量，来继续。下一题，请出题。我们还是菲菲，还是可以自己走。请问，你知道人为什么会离婚呢？哦，这个我帮你，因为学习课有经验，学习课有经验，让给他学习的有经验，他有经验，会不会？他有经验，会不会？我们先，我们先。为什么离婚？等一下，谁听？妈，抢前面是因为我离过婚，什么鬼啊？对，因为他先结婚了才会离婚。恭喜答对！耶！这题鞋子刚会的，烂透了，刚会的，这不好笑啊！烂透了，还有两个答案，太神奇了。好，现在这个我们来看一下，粉红队依旧是55，但是黄队上来50喽。哇，追到了耶！然后蓝队45。徐队，你也没了，对，没有了，我们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你们跟太干的蓝色吧，徐队不能抢答了吧？对啊，那你可以在旁边游泳蹭流量。对啊，我们有流量啊，拖起来。我们三个组，我们三个男的不会有流量，不要忘记水波，拖下半身就有流量。哎，只是要不露哦，你们不露哦，你就在拖下半身在里面游，而且还会上社会新闻哦。就这样吧，双版面。好，剩下三队加油哦，因为分数刚好各差5分。下一题，请出题。哇，他们这请问一年当中哪一个月有28天呢？我知道了，你们谁要跟我说什么？我知道。对。每个月都有28天。哇！恭喜答对。你会的。